原标题长崎核爆现场照，战争之下的悲惨镜头，警示着和平的珍贵。今天为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的这一组图组，是来自于二战末日本长崎遭到核爆的老照片。通过这一组照片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。这张照片拍摄于美军将代号为胖子原子弹投入到广岛期间，核弹在地面引爆之后产生了放射性烟云，该原子弹在长崎的北部爆炸后，该市 36% 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，超过 70% 的建筑物被破坏。照片拍摄于长崎遭到核爆后，一名长崎的幸存者在废墟之中临时搭建了住所。由于这些平民大多不知道核爆过后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伤害，从而在核爆后依旧在原地等待救援。从照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四处皆为废墟，此时的长崎如同地狱。照片拍摄于长崎遭到核爆后，幸存者走在一条街道上，两旁的建筑物皆被夷为平地。在这场核爆下活下来的人可谓都是上天眷顾的人。据日本战后统计，死于长崎核爆下的日本人数量高达16万。这些悲惨的照片也在时刻提醒着世界，战争是多么的令人感到恐惧，警示着世界和平的珍贵。照片拍摄于长崎遭到核爆后，一名在长崎核爆下幸存的日本男性，尽管核爆没有直接将他致死，但皮肤的严重烧伤以及放射性物质的后遗症却将伴随他终生。照片拍摄于长崎遭到核爆后，幸存下来的人被送往安全区搭建临时住所，失去家园的他们将在这里生活许久，直到战后长崎的重建。照片拍摄于长崎遭到核爆后，一名核爆下的幸存者用自行车驮着他的家当，道路两旁的建筑物均遭到了摧毁，战争从残酷一目了然。在多年之后，这些经历过核爆的日本人依旧时刻牢记这当天留下的阴影。照片拍摄于长崎遭到核爆后，一个幸存的日本士兵在废墟之下收集可以使用的东西。照片拍摄于长崎遭到核爆后，幸存下来的人在废墟之中搭建临时的住所。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该地区的建筑物都被夷为了平地，所能够目见之处皆为废墟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